津巴威第一场的木心木爱的活动。那其实呢，他们在两个礼拜前呢就已经开始在捐赠物资。那今天这一场呢，我们可以亲眼见证到，整个津巴威的居民呢，对于衣带气旋造成很大的影响都非常的清楚。那他们呢，也不管再怎么贫穷，也是愿意付出他们的一份心力。那在这里，我们见证了爱的力量。You know, there is all our family. They are disaster. They need a big hand. Anidi.得知水患严重，当地慈济志工都在社区里发起木心木爱活动。他们拿出家中的衣物和鞋子，希望能够托付慈济人带入灾区。村庄呢，它叫贾贾 area。这个村庄其实是一个很贫穷的村庄，它是首都外围的一个村庄，专门在接收从外地来的很贫穷的人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村庄非常的贫穷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呢，把他们家最重要的物资捐出来，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。Tawe apano kuzoneka tishaisa rubatsiro mukati mwenzvimbo yechimani mani yakasangana nedambudziko. Tinotenda neungano yese iri pano ichizwa tsitsi nekuchema ichisa rubatsiro mukati mwenzvimbo yechimani mani.慈济关怀社区多年，来参与的民众很珍惜能付出的机会，一大早就徒步而来，而且人数是越来越多。在捐赠的同时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远方，远方那一边呢，就还是一样慢慢陆陆续续的有人前往来到这边捐赠。那可见这个村庄呢，虽然很穷，可是他们的爱心呢，都是非常非常的大。一件衣，一双鞋，礼轻情意重，送的是温暖，送的是祝福。大爱新闻杨景惠、李晨佑、新巴威报道。